座小镇，一脉手艺，五千年渊源，直到今天，手作串起别样的历史。古老的石头，闪耀的金属，方寸毫厘之间，融铸岁月，寄寓人生。守望心中的图腾，这是一处建造于130多年前的古老宅院，今天它迎来了三位特殊的客人。跟所有游客不同，他们是这座老宅的后人。咁细细个咧，我知道有间屋喺度，真系好似爸爸讲俾我听点样。The garden. Yeah. 我们40年没有见了，这是第一次我们 reunited. We are together after 40 years. 明石花园，顺德最早出现的中西合璧风格的私人宅院，中式霍尔屋下的巴洛克拱门，满洲窗与西班牙风格的洋楼，和谐相融在同一个院落当中，显露出主人不同凡响的经历。我找了我大姐很久，找的四姐也是很久，因为我们不是在一个地方。57岁的何芷莲出生于马来西亚的怡保，她在英国读完大学之后，在马来西亚和英国两地生活。大姐何玉莲现住在美国，四姐何洁莲生活在澳大利亚。小的时候，爸爸讲很多很多，顺德洋鹅就是我们的家乡。伦教洋鹅村深藏在珠三角腹地，300多年前，一门手艺从广州流传到洋鹅一带，让这里的很多人成为以打金为生的工匠师傅。嗰时爷爷带了好多打金师傅在顺德带他们回去，他们在那边落地生根，没有回来这里。三姐妹的祖父何明石从父亲手中接过在南洋的金饰梁绸生意，也把顺德商人勤勉谦虚的行风带到了南洋。打金师傅们带来的家乡记忆也助力他在南洋的生意迅速拓展。他在祖籍洋鹅建起这座宅院，也把家族生意从南洋延伸到广州等珠三角区域。三姐妹的父亲何耀文在接手家族生意之前，大部分时间生活在这处宅院里。金饰生意在这里聚成一股源流，成为这片水土上未来故事的伏笔。爸爸对顺德有很多很多留好多情喺顺德，咁佢都冇翻过嚟。佢好想我哋大咗都会翻嚟呢度。We wish our father to see 3 sisters back together. 往事随着时间远去，留下来的还有另一样被珍藏着的贴身物件。我结婚的时候爸爸给的，多年了。打金师傅的锤凿之声，在漫长岁月里养育了伦教水乡的众多人口，手艺的流传也让这片深藏的乡土连接起更加广阔的世界。在伦教发端的金饰源流，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逐渐在广州汇合，随后的几十年间他们逐渐壮大，成为占据中国南方辐射全球的一支庞大产业。现在不足60平方公里的伦教区域内，
聚集了周大福、周生生、宝发等100多家金石工坊，超过3万人在这里就业。他们让伦教成为行业影响举足轻重的珠宝小镇。每年来自世界各地、总量占全国70%的钻石会在伦教完成加工和打磨。更多年轻一代工匠凭着自己的手艺，在这里找到了生存与发展的新的空间。大陆去年一年卖了多少钱？7000个亿的珠宝首饰，3000多个亿的黄金，150个亿的翡翠，包括所有的玉石，150个亿的琥珀蜜蜡，150个亿的珍珠，将近700个亿彩色宝石，钻石450个亿，这是我们的市场体量的问题，养活了400万人口不止。香港珠宝展，全球最大规模的三大珠宝展之一，每届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千家珠宝商参展。来自法国的文森特是三大珠宝展的常客。永远不变的野外装扮提醒人们，每次他都是刚刚从世界某个角落的矿场赶来这里。文森特是全球首位实地宝石学家，能在第一时间判断出一颗宝石的真正原产地，是他异于常人的特殊本领。他因此也为自己在业界赢得了不可替代的江湖地位。This is probably one of the rarest gemstone in the planet. Right, yes, in the blood. No, ça n'a pas sorti tout de suite. Okay. Yeah. When you have a stone that is coming in my hand, my first question is where the stone is coming from, and then I start to look at the stone and try to find a way. 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文森特都会奔走在世界各地的宝石矿场。So it's more like a green barrel than emerald.I will break it in order to see how big is the stone. Wow, look at that. Stone is here. Lab gemologists were not going to the field, but they were relying on dealers, who were also relying on other dealers to get the samples. So sometimes, you know,The sample that is supposed to be from Sri Lanka actually was a sample from Madagascar. So I push on the idea, quite simple, to go to the field and to collect the sample on site at the mine. 文森特的工作始终与危险相伴，他最重要的贡献就是通过实地采集，为全球最重要的鉴定机构和实验室提供了确凿无误的宝石原始样本。I mean, some gemstones are so rare they shouldn't really exist from a chemistry point of view. You know, emeralds, to exist, we have to have different elements come together that don't form underground in nature together. Things like the chromium and vanadium don't occur with the beryllium, which needs to make an emerald green. So they're a miracle of nature, and we find these miracles of nature as human beings. 宝石中的祖母绿属于绿柱石家族。形成于板块碰撞导致的地质运动，充满了奇诡的偶然因素。每100万颗绿柱石中，仅有1颗祖母绿。全世界70%的优质祖母绿产自于哥伦比亚，巴西也有这个祖母绿，然后在赞比亚，非洲的赞比亚地区也有祖母绿，像那个中亚阿富汗也有祖母绿，我们国家也会有祖母绿。孕育了祖母绿的绿柱石，由于形成条件不同，所含的致色离子让它们呈现出不同颜色，由铬和钒致色的叫做祖母绿，由铁致色的呈现出深蓝色，称为海蓝宝石，由锰致色的粉红色绿柱石称为摩根石，它们同属于绿柱石家族。世界上最著名的五大宝石，分别为钻石、红宝石、蓝宝石、祖母绿和猫眼。红宝石它是因为含有铬元素，所以会形成这种红颜色。
你像蓝宝石的这个蓝呢，是因为它含有铁元素，所以说会形成这种蓝颜色。由铬质色达到宝石级的刚玉，我们统称为红宝石，剩下的我们都叫蓝宝石。经常会说有黄色蓝宝石、粉色蓝宝石等等。红宝石一定是红颜色的，但是蓝宝石不一定是蓝色的。世界上有很多人以收集和开采宝石为业。在泰国坚主汶，65岁的查雅沙巴申与宝石打交道已经超过40年了。我就不满周数的，不满百提，我不满4000克拉，这边破没了管住呢。查雅沙巴申的这种矿场已经开采到第5个年头，他从当地果农手中租下了这片土地。沙巴申要寻找的宝石就在人们见惯的这些泥土里。Our ruby was associated with basaltic origin. You have a magma from underneath of the earth, and then it carry up the ruby to the surface.Red soil are actually a product of the weathering of the basaltic rocks. You know, basaltic volcanic rocks was eroded on turning to dirt. Those basaltic rocks already carry the sapphire, ruby and sapphire. 沙巴申的家离矿场大约10公里，每天下午3点钟，他都要带上孙子动身赶往自己的矿场。原始的人工挖井和木筛淘雪已经被大型机械替代了，虽然效率数十倍提高，却对大颗宝石的完整度构成潜在威胁。经过淘洗后的泥土堆放在矿场另一边，不久之后他们还会派上新的用途。下午4点钟，沙巴申和孙子准时出现在矿场，最重要的一道工序即将在这里开始。这些大的石块并非宝石，因为比重较大，宝石会沉积在筛选槽底部，要去掉表层的碎石，宝石才会逐渐显露出来。บางทีพอไอ้ที่ว่าไอ้ที่พูดว่าเม็ดแปดขีดบางทีเม็ดเป็นกิโลก็มีแต่นี่มันบางทีมันเข้าเครื่องขจักมันแตกใช่ไหมมันแตกก็มันเป็นชิ้นเป็น沙巴申的矿场出产最多的通常是一些颗粒较小的蓝宝石和星光石，它们以黄色和绿色蓝宝石为主。Mining only a short-term activities, maybe.5 years, 10 years, and then finish that areas. When they finish mining, they have to put back on those soil and dirt back to the pit. And then they start to repan. 'Cause earlier, those soil are very fertile for growing all those fruits here. Yeah. They can grow it back again. So that's the way to recover the area.沙巴申在这里的矿场到了下一年就会经过回填归还给当地果农，矿场将恢复到这片果园的模样。在泰国坚竹汶还流传着一种古老的技术，它能让每一颗宝石都身价倍增。 Many people want to have a beautiful gemstone, but they are extremely rareBecause some stones were discarded because maybe they had a fracture, or maybe the color was a little bit too dark, or maybe the color was a little bit too light, or the stone was not transparent enough. So when you are mining, you get stone. 99.9% of the stone have a problem. 通过加热技术来获得更高品质的宝石，在业内行规中已经被普遍认可。这项技术的原始版本在今天还能见到。Heat treatment was done for a long time in Sri Lanka, for nearly 1,000 years in Sri Lanka, to make the stone like a blue sapphire becoming a little bit lighter.
rubies a little bit less purple to remove the blue. Basically to remove the blue or remove the yellow in some stone. 有些宝石的成色会得到大幅提升，但总的成功率并不能完全掌握在人的手里。今天的泰国是宝石加热技术发展相对成熟的区域，现代技术让烧工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高温条件，也能精准控制宝石的加热环境。蓝宝石加热到同样温度，可以使颜色变浅。再经过就地打磨和加工，这些蓝宝石就可以流向市场了。Thanks to their knowledge about heat treatment, because they were able to turn a big part of the production of every mine into something that could find a market. 这里是泰国坚竹汶的宝石市场，宝石加热技术的成熟，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宝石商人。他们带来不同产地的宝石，在这里就地加工出售，也让坚竹汶这处街区成为亚洲最大的宝石集散地。占到全球总量80%的红宝石和蓝宝石，都通过这里流向世界各地。拿过来试，多好看。宝石所具有的美丽、耐久、稀少的特质，一直以来让它成为人们孜孜以求的心爱之物。很多人将自己的生活与宝石连接在一起。在北京，有一个人对宝石情有独钟。他搜集世界各地的宝石和相类材质，把它们设计制作成适合自己佩戴的珠宝首饰。60岁的郑思提生活在法国，也会在北京居住。外公是一位著名的德国音乐家，思提的经历也充满传奇。从16岁的全国跳高冠军，到法国时尚界模特，再到珠宝设计师，不同领域间的跨界生活让他结识了更多的职业精英。这反映在他的设计当中。我实际上每一件珠宝设计的第一个消费者就是我自己。每次回国，思提都会给自己安排一次特殊旅行。他的目的地是珠三角腹地的一座小镇。小镇上的一间金石工坊已经跟思提合作了近20年。思提带来自己收集的欧泊和玛瑙，他要跟师傅们共同完成一件新作。设计中的新作是一件项链，思提想借用火玛瑙和火欧泊的天然形态和色彩，来呈现出火山与熔岩的主题。思提几乎所有的设计作品都是在这里和师傅们共同完成的。跟每次创作过程一样，最初的设计只是一个雏形，更多细节的推进还要参照师傅们制作过程中呈现出的效果。这是一个相互激发的过程，它让截然不同的人生经历凭借一次创作在这里融合起来。这些年轻工匠来自全国各地，很多人在这里工作已经超过10年。在伦教的18万人口当中，有1/3的年轻人分散在遍布全镇的金石行业。边上的这些就不规整的，那是这样子。这个是欧泊，嗯，这边再高一点点，
这个是红宝，你拍个图给他看。然后我的那个金就是这样子飘出来的。然后郑姐同意这个做法。OK 了，没有参考物，我们要看到他那个东西，还要凭他的文字，因为郑姐应该是还没有想到，那我们就要用工艺的那块，我们要补充，要想出来。将每一个蜡模弓箭分解，它们将成为蜡树中的叶子，再用蜡做成的树枝，把这些叶子连接到一起。每一个蜡模弓箭都要严格对位标好。最后，把连接叶片的树枝种植到同样是蜡质的树干上。石膏匠灌注，将蜡树形状封存。抽真空之后，立即放入电炉，近800度的高温下，要烘烤7个小时。黄金从史前时代开始就被用作人类配饰。按照75.5%的黄金配比，加入24.5%的银、铜、锌，熔炼成不易变形、更耐磨损的合金，也就是人们常说的18K金。1100摄氏度的火焰中，黄金融化成液态。石膏模具中的蜡树经过高温溶解后，形成有形的铸模空腔。再注入金水。15分钟后，石膏模具在冷水中崩解，蜡树就变成了现在的黄金树，它们就是用来镶嵌宝石的金件雏形。施蜡铸造技艺早在公元前2500年的苏美尔文明中就已经出现，直到今天仍在珠宝制作中广泛沿用。黄金里面一定要抛得非常非常的亮，它越光越亮，我们这个活泼出来越漂亮。在每个制作的关键节点，司提都会专程赶来轮教。变身我们可以让它是这种乌乌的，不要抛。他就把一些细节开始去说了，他想象的东西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我们做完这一件东西了之后呢，给我们很大的启发。我觉得这个东西能让我开阔视野，我们的同事能开阔视野，让介乎于商品跟艺术品之间的东西可以慢慢产生出来。25节 K 金组件拼合成链身，每一环节都有精密的连接设计。经过打磨和抛光，再用弱碱性溶液和蒸馏水冲洗，任何一丝杂质都会让接下来的镀金失去完美。镀黑后的金件呈现出丝体想要表达的火山灰效果。好漂亮哦，惊艳啊！这一件和原来开始只看到那些石头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就是正在燃烧的几千度高温的熔岩，它的表面已经没有那么红了，没有那么热了，已经降下来了，用火玛瑙来表示。然后整个像这些黑的就是顺着这个山体这个星星点点的熔岩流下来，它就真的是做出来了。宝石，大自然创造的奇迹，历经无数因缘际会，它们与人类相遇。小小珠宝，一头连着五光十色的人生，另一头也接通洪荒亘古，岁月永恒。他们的每一处闪耀，都是远古映照于现实的无尽回声。